默可多又结婚了，哎，这个老爷爷真是能折腾啊。这是他现在的女友，俄罗斯裔啊。有人建议呢，说你下次结婚你再找一个法国女朋友，这样子你就可以凑成五常了啊。现在他这位女朋友，我看一下啊，是去年说官宣了和一个小26岁的女朋友说要订婚要结婚，就是这位，这里面这位。但是现在一结婚呢，又换了一个，换成这位了。这位是谁啊？我们看一下啊，是俄罗斯裔的分子生物学家艾琳娜·朱科娃。他这任妻子多大没说啊，这里啊。而这个妻子呢，还是邓文迪给介绍的。你看人家这个多有这个啊，洒向人间都是爱啊。这里就说你邓文迪太牛了，出轨打官司离婚分财产，还能跟前夫和平相处，还可以给前夫牵红线，呵呵，震撼。那他这些个妻子呢，弄了这么多呢，第一任妻子啊，竟然好像都没有彩色的照片，大家找不到，找了一张黑白相片啊，我给搞过来啊。啊，第一任是位空姐，都没有彩色照片，找了个黑白的出来，你看，这是第一任。第一任还活着吗？还呀？啊。第一任妻子叫帕特，1956年结婚的，生下一个女儿，67年呢离婚了，在一起11年。第二任妻子是英国《每日经报》的记者，一起生活了32年，生了一个女儿，两个儿子，这个时间最长了。然后就。又和这个邓文迪结婚，那是邓文迪30岁啊。邓文迪结完婚以后呢，离婚婚以后呢，又和美国女演员2022年2016年结的婚，和这个模特一起生活了6年，2022年离婚了。去年呢，像一个小26岁的一个女性就官宣要结婚，结果呢，现在官宣结婚的是另外一位，这位老爷爷。能结就结吧，是吧？啊，这个要注意的是，要注意的是呢，这个结婚多少呢，不代表高尚，也不代表卑劣，哈。都说这位老爷爷是打破他这个记录了，就看峰哥了。大家峰哥就是说了汪峰，人家才50岁都完成了那93岁的指标了。结婚少呢，也不代表就高尚啊。甚至独身主义难道就一定是高尚吗？啊，这个人活一辈子这个命啊，人格高尚还是卑劣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啊，以这个婚姻的次数多少来分辨这个意义不是很大，但有一个现实是，啊，财富状态很好的人可能婚姻就多一点，同时也有反正，啊，生活不幸的人婚姻也很多，啊，结了婚离了婚，结了婚离了婚，似乎也说自己不幸。啊，碰到一个又不如意又要接，碰到一个呢还是不如意还是要接，这个两种例证都有。我就愿意结一次婚就行就可以了啊。所谓宗教样的婚姻得到救赎，
救赎一次就行，天天没完没了的救赎，吃不消啊，没有这么大的这个，心力啊，没有这么大的时间呢，没有这么长的生命啊，那默克多是不是都恍惚啊？好多的事儿啊，是吧？恍惚起来了。说这个邓文迪格调高，嘿，换成你，你也太会说你格调高，一大笔钱，后面还不断断的有资源，谁好意思甩脸子看？啊，还有人呢为邓文迪可惜，说他作妖，所以说默克多和他离婚，这个真的也未必。啊，人对这个财富的追求可能是有限度。最起的一定到的限度就索然无味了，也就不过如此。北京有一套四合院，哎呀，天天这个挺好的，是吧？说是北京的什么阔太太会客厅，连潘石屹的太太呀，啊，像什么这个巩俐呀，被泼完啊，这个就都去那里呀。你还得打扫呢，客人走了，你不得要有人打扫吗？你不还得要请人吗？请人你不得有管理吗？管理不也费脑筋吗？啊，你这个一套，你说再弄个三套五套的这个北京四合院，邓文迪可能也就烦了。就人对财富，他也应该有一个限度的。人对人的好奇可能还有啊，是吧？邓文迪，你也许又想，邓文迪现在的新男友可能挺年轻的吧，是吧？所以说也不见得是默克多要离啊，邓文迪可能也想离。啊，如果说我终极的信仰是是这个结婚多，是我以此生的生命的终极信仰，那可能就是这个努力吧，可能就是羡慕吧。这里有一个文章啊，不知道是不是说人家有一个新男友在这里面啊，不知道谁和谁是吧？帅哥啊。那个不要把女主再亮出来，因为有可能这个男主应该没问题，是个有点谢顶的一个白色男人。说这个，啊，这是最新的说男友，应该前面还有，啊。还有更年轻的，应该人家也不在乎，是吧？无所谓。很多啊，这个图片呢，谁知道人家是个普通的聚会啊，还是谈恋爱？你搞不清楚啊。这里都说人是谈恋爱，这也不公平，是吧？当然，人家可能也挺高兴，是吧？我的梦想就是被你们羡慕和议论，这不挺高兴吗？啊，明显的都不是一个人呐，这都是谁和谁？这么多这个，嗯。是吧？所以说，婚姻多少不代表就高尚还是卑劣，还是这个一夫一妻，这个白头到老可能更宁静一点吧，是吧？也太闹腾了，这乱七八糟的这些个人和事儿闹腾死。